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你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你放过他。秀玉，秀玉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他不是在背后说闲话吗？我让他到小万总面前说清楚。谢谢，谢谢啊。秀玉啊，你呢？先回家收拾收拾，下午去财务室报到啊。懒得回。哎，你家都懒得回啊？哎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刚从省城培训完就去财务室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别人打破了头都想去的，别不知足啊！下午准时去。这东西重新做一下啊。啊。哎，秀玉，我不是让你去财务报道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懒得去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，这儿都没你位子了，你桌子我都分给别人了，你的工位在财务呢。没有位置，那我走呗。走你？哎，你走去哪儿啊？你把东西给我收拾了。嗨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雪梅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去省城培训这么好的机会，让他去还不高兴啊？刚回来就调财务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嘿，你们说，小婉总跟他到底是不是那种关系？一定是，小婉总对他绝对跟对我们不一样。我怀着小婉总他表妹呢，也没见他对我这么客气啊，搞得好像我们气他一样。可我觉得不像啊。哪有不像啊？那是他隐藏的够深，你看他现在的做派，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呀。哎，你们别不信，不信我们打个赌，他过几天肯定要请病假了。你是说？哎呀，行了啊，别在这瞎说八道了。你们这些话要传到小万总耳朵里，你就是他亲妹妹，你也得滚蛋。那他做的都不怕，我说的怕什么呀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你有本事你再说一遍。你放过他。秀玉，秀玉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他不是在背后说闲话吗？我让他到小万总面前说清楚。哎呀，他就随口一说，你随便听就得了，这么认真。啊，他随口一说。那我也随口一说，我随口一说你跟小万总不干净，行吗？哎，瞎说什么呢？他胡说就可以，我胡说就不行。再说了，我是胡说吗？你喜欢小万总的事儿，全公司都知道。秀玉，你有病吧你啊！你在这瞎说八道，你再说我生气啊！你能做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行啊你！哎，你长行家了是吧？我们办公室装不下你了，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啊！赶紧滚财务报道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就不走了。行，我这就去告小万总去。你爱说说去呗。